你去哪儿啊？出院啊。你这身体好利落了吗？啊，你别说，那个新来的冯大夫医术还真不错，真不愧是从苏联回来的专家。这个刘明一大夫还真挺有本事，都能从苏联把专家给请过来。不是刘明一请来的，是院长他们专门从哈尔滨找过来的。现在连马龙的病情都完全是冯大夫负责呢。对了，那个刘大夫好像还挺失落的。哎，你说他们男人是不是也挺爱吃醋的？行了，我不说了，那你去忙吧，我先走了啊。行，注意安全啊。行，我走了。嗯。我看一下。哟，36.67啊！我现在已经好了，是不是可以出院了？那不行，大夫说了，还要留院观察几天，等身体状况稳定下来再说。哎，茉莉，来坐。啊，嗯，我来照顾他吧，谢谢啊。你这棍儿这……看你气色好多了呀。可是我看你的气色不太好。嗯。我听刘东说了，说你这段时间一直在办公室里头，没日没夜的看档案，是不是？茉莉啊，你要有什么想法，一定要跟政委和刘东商量。这抓增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你说你事事都逞强，我知道你想帮我，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个把自己身体拖垮了。我呀，还真有一件事情需要你来帮忙。什么事儿？我想去档案室调查伪满时期的档案，但是需要上级给予进一步的审批。这跟增高的案子有关系吗？也可能是我胡思乱想吧，但是我想等结果调查出来以后再告诉你。你还保密呢？不行啊。行。啊，对了，你可以去找刘东，跟刘东说，让他去总队开一个证明和介绍信，你就说是我同意的。谢谢。谢谢你这么信任我。但是我有个要求啊。增高的案子有任何新的发现，我希望你能够第一时间告诉我，行吗？还有一个要求，不管怎么样，身体是第一的，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。行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啊，那你帮我一个忙吧。怎么了？就是我刚才跟那个护士吧，我量了我的体温是36.7，这我37度正常吗？所以我现在体温正常了，我能不能现在我就出院了？他们老说观察，有什么可观察的？你呀，先好好休息吧，等身体养好了再出院。不是，我现在已经好了，我还养。我你帮我跟大夫说说，你让。先去忙了啊，再见。不是你让他让我，茉莉。谢谢你。马龙怎么说？他同意了。太好了，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。知道该怎么做。Thank you.
为一切顺利的林谷阳，以为自己就要万事大吉，能够顺利的找到曾高藏身的地点，在兴奋癫狂的状态下产生了幻觉。他仿佛都看到了茉莉正在把他所需要的材料送过来给他，而且也不再对他有所抗拒。茉莉终于利用林武阳帮马龙找到了曾高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全都交给马龙，让林武阳的失败更彻底。找到曾高的老巢了，在哪儿？在阳湖沟。当时日本人为了进一步的殖民中国，从国内引入大量的人到东北，形成了开拓团。这是他们开拓团修建铁路的计划。那跟曾高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？我看了你们的审查报告，当时有人提到过这个计划是由警察厅负责的，而警察厅的头头就是曾高。我在想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，结果就看到了这些。这怎么看都像一个工厂啊。对，他们看上去是在进行铁路的修建，实际上是在进行秘密的化学武器基地修建。还有这些，仔细看一下，这是他们日本人审查的报告，当时他们上面也提到过有一个本溪也在进行化学的武器研究基地，时间和地点跟铁路修建的时间地点是一样的，结果他们还没有修建好就已经战败了。茉莉找出的资料和分析为马龙办案提供了重要线索，在对照自己和刘东曾经调查的线索，一切都变得豁然开朗。你能感觉到曾高就在附近，你还说你能闻到他的味道。我就在想怎么就找不着他呢，闹了半天这小子原来属耗子的，钻地底下去了。茉莉，给你记忆大功啊，走去找郑伟。哎，不是，你现在身体还没好呢，管不了那么多，走。哎东西都带上，你把衣服穿上。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你去办出院手续啊。等等，这个时候了，我怎么可能还会骗你呢？档案查得怎么样？没有地下工找到档案。那你还有心思来会你的情郎吗？下一步调查需要进一步的授权呀，我是来跟马龙协商的。你别以为马龙出院了，我拿他就没有办法，我照样可以要了他的性命。我告诉你，我并不是怕你伤害马龙，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，但是我的良心也没有办法安宁啊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如果现在没有我的话，你希望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一个没有复杂过去的人，一个想要的好朋友好姐妹，马龙和刘东的好助手，一个新中国的好市民。你放屁！就算有什么新中国的话，跟你也没关系。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如果我把我们俩的过去告诉马龙的话，我想他会把你碎尸万段。所以我才后悔，我后悔我为什么要认识你，为什么要爱过你，让我没有办法开始新的生活。根据这个建筑物的位置，我敢肯定入口一定就在这个隧道里。那还等什么，出发阳湖沟啊。对，等等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我想我刘东还有茉莉带上几个同志，我们化妆成皮草客以及家眷，在前面探路，大部队可以跟在我们的后面等待我们的信号，然后再开始行动。好啊，我同意，我亲自带队。别啊，我去了，你就在家里坐镇。
你身体行吗？没事儿，冯大夫都跟我打了包票了，说我现在已经痊愈了，不可能再复发。那就好。我也要去。那好吧，那你去正好跟茉莉有个照应啊。那行吧，那大家都回去收拾一下，两个小时以后出发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是下定决心利用他，用他来帮马龙找到曾高。一旦看到马龙成功，我就独自悄然离去。不用了。你看你都冻成什么样了？来，子东，把你的衣服给小二穿上。哎，您好。哎，您好。卫戍大队吗？对。麻烦您帮我找一下茉莉同志。哦，她不在。您是哪里啊？哦，我是中心医院的刘明一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她，麻烦您帮我叫一下好吗？她去外地执行任务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您可以留言，我可以替您转达。出去了。对。嗯，那劳您费心。如果您见到她的话，您跟她说，关于病情的事情，我要跟她核对一下。让他在第一时间联络我。好的，谢谢。啊，别客气，再见。马龙怎么会出院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会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在撒谎。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啊？我得搞清楚。明一啊，你去哪儿啊？我……哎呀，别愣着了，有紧急手术，快给我当助手来，快点！没错，就是这个洞了。往前走20米有一个门，咱们先去探路。你们两个留下，照顾他们俩，注意隐蔽。快！大军，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？师长，我们这情况非常的顺利。马龙已经发现曾高藏身处，马上开始进攻。嗯，好，等你们的好消息。
强攻。是。快！下一站。林毅，干嘛呢你？发什么愣啊你啊？啊！抓紧啊！报告师长，马龙刚才打来电话，行动大获成功，曾高的土匪窝被连锅端掉，当场打死83人，俘虏了31人。唯一遗憾的是，曾高本人不在现场。在马龙的带领下，剿匪行动大获全胜，曾高匪帮彻底覆灭，卫戍大队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，但马龙却丝毫没有感到喜悦，因为匪首曾高竟然下落不明。为此，马龙心中焦急不已，一刻也不敢耽误，立即开始布置后续侦查追捕行动。那哎，这边怎么这么热闹？这儿，这是卫戍大队搞的欢迎仪式，前两天刚端了一窝土匪，那抓的坏人老了去了。兄弟，共产党最新的行动是在本溪吗？这我哪知道，我又不是市长，这你得自己问去。师傅，师傅，麻烦您停下车好吗？你坐过公共汽车吗？哎，不要命了！好样的啊！师长正在这个沈阳开会啊，我回来赶，晚上亲自给你庆功。来，我大红花带上。庆什么功啊？又没抓到曾高。哎，你把曾高的老窝给端了，迟早抓着他。刘东，别耷拉个脸啊！哎，区委的同志把这洗澡水啊都热好了，洗干净了，晚上参加庆功会啊！来来来，马龙不带，来给刘东带上。哎，看这大红花多漂亮！来，走。茉莉，咱们也去洗澡吧。啊，我想回家去拿几件干净的衣服。啊，那我陪你去吧。不用，你先去帮我占个地儿啊。行行行，你快去快回啊。行行，走走走，我们等你啊。好。衣服呢？啊，大军，你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哎呀，本来啊是找你这个商量庆功宴的事儿，这半路碰见小燕了，说找你谈事儿，我就把她带来了。你不是找马龙有事儿吗？说吧，有什么事儿啊，小燕？啊，我别我啊你的，你又是想单独聊是吧？行行行，我回避啊。哎，大军，真有事儿。庆功宴，师长亲自来，说让我多弄几桌啊。对了，你们两个啊，晚上都给我打扮漂亮的，精神点，别穿背心就给我过来，听见没有？小燕，你也是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。6点见。不是，你这姐夫真是啊，太啰嗦了。你坐坐，你别客气。你干嘛？我。把门关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别关门了，不用。来来来，坐。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真的是去本溪了吗？抓的都是什么人？是曾高吗？是。林雪来说，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？他们是临时通知的，我也没有办法推脱呀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事先都要通知我，对吗？我有通知你，我给你打过电话，可是你那里没有人接呀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你是不相信我吗？不是你告诉马龙增高的线索？我没有，我还在继续查档案，我还没有找到马龙就告诉我有线索了。那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呢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应该直接来找我，对不对？你让我怎么说？你让我怎么跟马龙他们去说我来找你呢？借口，全都是借口。放弃吧，林无恙，你现在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。那些人都怎么样了？全都落网了吗？无疑落网。曾高呢？死了。死了？为什么事情都要功亏一篑？接下来我该怎么办？林无恙，即使你还要留下来，你也什么都干不成。茉莉心中觉得，眼前这个疯狂的林无恙就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。为了不让他伤害到自己关心的人，茉莉即使牺牲自己的幸福，也要将他带走。晚上七点半有一趟去关内的火车，我会去坐这趟车。就跟你说几句话，我就走。啊，你说。嗯，你还记得在医院我跟你说过的那些话吗？说什么？我问你，我跟茉莉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小燕儿，我是。小燕来了，她说什么了？她催我跟茉莉确定关系。妈呀，她这是想明白了。好事儿啊，营长，后顾之忧没了。
别犹豫了，上吧！别磨磨唧唧的啊！你要是再伤了茉莉的心，我可真瞧不起你了啊！上！茉莉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成功骗过了林无恙，她要加快动作，趁她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赶紧走，离开这里。刚才对林无恙说的那些话，茉莉其实也是说给自己的。一切都结束了，该走了。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，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。欢歌将代替了悲叹，笑脸将代替了哭脸，富裕将代替了贫穷，康健将代替了疾苦，友爱将代替了仇杀。生之快乐，我找到增高的老巢了。将代替死之悲哀。在阳湖沟，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。这时，我们的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。而身为我们的母亲，也可以美丽地装饰起来，与世界上各位的母亲平等地携手了。这么光荣的一天，绝不在遥远的将来，而是在很近的将来。我们是可以这样相信的，朋友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找哪位？喂，你好，我找一下刘明一大夫。好的，请稍等啊。好。刘大夫，有你电话，是位女同志。哎，马上来了。好。谢谢啊。喂，我是刘明一。我买了两张票，会在广场待到七点。谢谢你啊。不舍的情绪突然笼罩了茉莉的全身，让她的脚步变得那样的沉重。茉莉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，这一切难道不正是她一直努力争取的吗？为什么终于等到了可以彻底离开了，她此时此刻的内心却又有了那么多的不舍。
这时的茉莉百感交集，她真是打心眼里不想走，她真的想成为小燕那样的人，成为大家眼中的那个茉莉。姑娘们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向你们好好介绍一下茉莉同志啊。茉莉同志是咱们区里面呀多才多艺的文艺骨干呀。出去啊！哦，我要去看看庆功晚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。哎，我能不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？有些事想跟你说一下。你说。明天我想去趟锦州，我想给苗青扫墓，然后有些话必须当面跟她说一说。从认识她开始，我的心里满满都是她。我以为这个状态我会一直保持下去，就算他牺牲了，我也不会改变。但是现在我想告诉他，我喜欢上别人了。我的意思你懂吗？我不太懂。因为那个人就是你。茉莉面对突如其来的幸福反而不知所措，她早就爱上了马龙，只是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他，她唯有选择逃避。茉莉多么希望自己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林武阳，那样的话她就可以和马龙幸福地在一起。上半夜苗青喊了七次，下半夜好像还喊了茉莉。那你对茉莉呢？也跟我一样吗？你是不是喜欢她？好事啊，营长！你要是再伤了茉莉的心，我可真的瞧不起你啊！吃了吗？
还没呢。上车，跟我一起走。我们今天那边有庆功宴，好吃好玩什么都有。不了，咱们俩又不是一个单位的，不方便。客气什么呀，都是自己人。今天是我们首长设宴款待立功人员，小燕、茉莉、我们营长都在。这里边还有茉莉的事呢。刘大夫，你不知道吧？这次行动呀，多亏了茉莉。要不是茉莉发现了增高的线索，我们哪能那么快找到他的老巢？啊，这么说，茉莉立了大功了。对啊，恭喜恭喜！您忙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真不去啊，刘大夫？真不去了。那行，那我自己去了啊，刘大夫。哎，再见。这次马龙可是大功臣啊！来，我们一块儿敬马龙一个。哎，来，大英雄。快给马龙马上。来来来，谢谢啊！来来来，好好干啊！我们喝完。刘东，柱子，你跟马龙这次辛苦了啊！来。来来来来来，谢谢。来来来来，我敬你们。来，我小喝一口啊，你们也都少喝啊。嗯，多吃菜，多吃菜。来，来来来，多吃点菜啊。你这干嘛呢你啊？这把一盘子菜都夹到自己碗里去了，这好看吗？让大伙吃不吃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什么呀？你什么时候把线索给他马龙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刚才我碰见刘东了，你还想让我再重复一遍吗？行了，武阳，火车马上就要开了，有什么话别碰我。事情没弄清楚之前，我哪儿都不会去。是我把线索告诉马龙的，你满意了吗？可以走了吗？都是你，从一开始你就利用我，是不是？就算你找到增高线索，又能怎么样？你并没有知道增高是我最后的希望，你就这么对我，你敢出卖我？你还想留在这儿干嘛？还想接着去害别人吗？这都什么世道了，你的党国已经完蛋了。我告诉你，茉莉，这辈子我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爱上你。林武阳，你就是个失败者，你注定这辈子都是失败者。我说，你注定就是个失败者。来来，我干了你们大家一起。来，多喝点啊！谭书记，我干了你。这里里外外我都转八圈了，马龙和茉莉呢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师长不是过来非得点名让马龙和茉莉陪来喝酒吗？可找不着人呢，我现在。